咱们这次赢得真是漂亮，地油白忙活了一场，还替咱们做了嫁衣。少总做生意总是出其不意，他的心思让人猜都猜不到。那是，能成大事的人。说句老实话，我现在给了你50万，那是因为我赵天成讲义气，换别人肯定一个字儿都不会给。Peter， 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一个职场的规矩，如果你想跟定一个老板，必须一根到底，两个字，忠诚。你出卖你的老板，把他的东西给我，我哪知道你有一天会不会出卖我，把我的东西再给别人呢？赵天成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儿，你心里清楚。你现在想把我一脚踢开，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你答应过我让我当总经理，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。有白纸黑字吗？你有证据吗？谁证明？谁证明？我。怎么着？你想打我呀？你冲这儿来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赵总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这一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一尊大佛，另谋高就吧。门没人要，我以为办公室没人呢。你进我屋，你还学会敲门了，真不容易。以前是不能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万一你要是跟沈总在办公室，想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在办公室里面谈工作，思想太阳子。哎呀，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啊，是不是昨天晚上跟沈总聊工作聊了一宿啊？谁思想肮脏啊？好了，不贫了，走，吃饭去。你去吧，我不饿。别呀，你就是当个女强人也得该加油加油啊！赶紧吃饭去，快。说真的，我手头上还有工作呢，我得整理文件。你跟小吉去吧，我整理完文件我再去。有事瞒着我？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要有事情瞒着我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说真的，真的没有。你想多了，哎呀，算了，反正我也知道。你知道了，你跟沈总约好了去吃大餐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跟我说的？这都被你知道了？当然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算个是留半仙儿，好吧？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，下次我也要狠狠地宰他一顿。嗯，你忙吧。徐总 ，Peter， 您有时间吗？徐总，我今天来是跟您告别的，我要离开上海了，回老家。在这个城市呢，我没有什么朋友，称得上朋友的基本都在迪欧，不过我估计他们现在也都不愿意见我，包括南姐，她认为于总被流放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要走就走，干嘛来跟你告别呢？我并不觉得奇怪，我反而觉得挺高兴的。或许我们谈不上是朋友，
但即便是敌人，在离开的时候对对方能有一丝留念，也挺让人开心的。谢谢徐总，我大学毕业就来到这个城市，我在这里奋斗、升职、交女朋友，可以说我的青春都在这个城市。我看着迪欧变大、变强，又变弱，当然这中间我有很大的责任。我也同样看着自己一步错、步步错，但是回不了头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特别正式的跟您说一声对不起。其实我离开迪欧以后挺惨的，我的名声在业内已经传开了，没有公司敢用我，我的积蓄呢也都花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还一直提醒自己，我没错，在职场上打拼，如果没有这种是非置之度外、一心只想成功的意识，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成功呢？但是，无论我怎么安慰自己、劝自己，我心里都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我的错，那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呢？终于有一天，我想明白，我可以骗得了全世界，但是我骗不了我自己。我能够明白，明白你现在内心的煎熬，但其实你现在明白过了，还不算吧？不一样了，徐总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是个不请之请。你说。麻烦您多关照一下悠悠。这么多年我做了不少错事儿，但是让我一直觉得欣慰和不后悔的就是他没有趟到这滩浑水。虽然我做的远远不够好，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，但是我尽力了。其实你们的事情在你离开之后我听大家讨论过一些，哪怕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最终你们还是没能在一起，你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其实悠悠不是你们看的表面那样了，她真的很好，她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。她离开我呢，她会更快乐、更幸福。我觉得，就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事情，因为我真的很爱她。瞎操心，但是还是希望徐总能答应。我答应你。谢谢徐总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欢迎徐总来我的老家玩。我一定去。哦，对了，你一定多提防赵天成，他一心想要拿到迪欧新产品的配方，多加小心。我知道了，一路顺风。
世界唯一始终存在，就像你离开我这么简单，拿感情不当回事看待，越是过分溺爱，空谈未来，那是填不空虚的心态，早该明白醒过来，在情爱中谈不来，放就放开，就放给自己一条活路来，痛就痛快，痛到最深处反而更豪迈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去买咖啡吗？嗯，走吧。眼睛怎么那么红啊？你现在已经有些干。小雨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也会拼了命的想要守护他。儿子，记住啊，这个箱子啊，在送检的时候只能跟少部分人接触，啊，来来来。哎呦，至于吗？也就是你把它当宝贝。你看你就不懂了，当年你爷爷开药方的时候，掉了地上那一点药渣，他都要捡起来。以现在来说嘛，那就是叫商业机密。我知道了，谁要是来抢他，魔来杀魔，佛来挡佛，就算我亲爹来要，我也不给。你这说的好，哎，不对，这都是我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不能？哎，我打个比方嘛。行了，那我走了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。老是让我养生，你自己忙学习，练习也不睡觉的。到时候就算这玩意儿值十几个亿，把你累没了，我要这些钱有什么用啊？连跟我斗嘴人都没有。儿子，不瞒你说，你说这个话，老爸爱听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放心，这个等这个产品生产的时候啊。我呢，天天躺到床上睡觉。行，为了林老爷子龙体，小儿我先出发了。拜拜，我送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最先没取回来了，我马上去送检。下面就差个体测试了。送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。我办事你放心，我爸都跟我叮嘱800遍了，我跟我妥妥的。还是我去吧。啊？你去我可不放心，万一在路上被哪个小姑娘用美人计拐走了，林伯伯要气吐血了吧？哎，你们这可是赤裸裸的偏见啊！我有那么不靠谱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有姑娘拦，我也是先把正事给办了再说，好吗？所以啊，那就不能耽误你。还是我去吧。我去了。我去，你盯商标的事情。商标已经送去了，这两天就有答案了。那个体测试呢？个体测试，行了，明白了，就让他去吧。你就负责个体测试。哦。我知道很多事情都想亲力亲为，但是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太累了。送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到了之后给我打个电话。那我走了。我说老大，你哥们儿还在这儿呢，你就对姑娘那么的腻歪。哎哎，你兄弟我也很累，我也很需要休息的好吗？
怎么了？海邦本草的商标申请被打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重名了吗？不知道，之前我们预申请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啊。还是有可能的，预申请跟正式申请中间有段时间差，可能是这段时间出了问题。太倒霉了，这个名字不能用，还得重新想。我刚才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被他骂了一顿，他就认出这个名字了，换什么都不好使。当然了，这是伯父跟许诺好不容易想出来的。哎，许诺回来没？没有，他说送选完了之后要去研发中心亲自盯着个体测试。制作的许氏热狗，这是这么久以来让你受委屈了，从今以后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相信你，保护你。只要我们彼此相信，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克服。差不多应该今天就回来了吧？哎，最近他挺辛苦的，你是不是应该请吃一顿好的？我最近特别想吃德国菜。这什么逻辑啊？我应该请他吃一顿好的，跟你喜欢吃德国菜有什么关系？许诺喜欢吃火锅。耶。还有啊，商标的事先别告诉他吧，他最近已经够辛苦了。如果再告诉他这件事情，他又要开始焦虑，忙着想对策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嗯，那我让策划部的同事再去想一想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在网络上搞一个有奖征集。别小看现在网友们的智慧，可是无穷大的，到时候一定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来。到那个时候再跟许诺说，可能对他打击会小一点。那就这样吧。美女，既然这酒吧叫随心所欲，那我就随心所欲的敬你一杯。美女，想什么呢？你有病吧？你再说一遍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好好说。想占姐姐便宜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随心所欲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呢？人生要真的那么容易，这世界就乱套了，懂不懂啊你？什么人生啊？你以为命运掌握在你手里？你错了。怎么了？没接电话。
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他难道还在研发中心忙着呢？我出去给那边打个电话。研发中心的人说，许诺没有拿样品过去检测。什么？许诺没在，他该不会出事了吧？不在公司，也不在公寓。你说他也不在研发中心，那他去哪儿呢？喂，许诺。你好，这里是随心所欲酒吧。这个手机的女主人在这儿喝醉了。你们酒吧在哪里？酒吧。他今天没有带样品去做检测，还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疲惫不堪的样子。你好好照顾他，我先撤了。
给你熬了粥在餐桌上，记得吃一点。你昨天醉得太厉害了，养养胃。要是太累，就在家休息，不用来公司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让你受伤。你失望了，原谅我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哎呀，汉方本草这名字多好啊，怎么就不能用呢？哎，你也别想那个了，那既然已经用了，咱们赶紧想一个好的吧。汉方本草，要么改成古方，古方跟汉方一个意思啊。哦。跟卖假药似的，哦，古方，有点入土为安的意思啊。嗯，要么本草、百草改成汉方百草，怎么样？商标注册相似度不能超过50%，你改了一个字，还有75%是重的。哦，再想个别的吧。而且这个系列是林凡他父亲是以宫廷秘方这个是为基础的，所以咱们的名字还得跟宫廷有关。宫廷御医，御医堂怎么样？还是像药店的名字。要不然，御医堂后面加个本草会，御医堂本草会。御医堂百草会，哎，这个挺好的。还可以、啊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快，你们快看那个蓝正的官网。你看了官网没？气死我了！我要准备律师函，我要把兰芝告破产了。但是兰芝抢注了汉方本草的商标，这是既成的事实。是，他们抢我们商标也就算了，是吧？啊，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研究出了新配方啊，什么什么啊，宫廷汉方独家秘方，这不摆明的针对我们吗？还有你看最后那几行啊，这不是给许诺泼脏水吗？职场女神高调回归，独具慧眼，认准了兰芝的潜力。哎，他怎么什么都敢写啊？我说你倒说句话呢！知道没？我先去找他，我得稳住他。以他的个性，如果知道的话，肯定得跟老赵拼命。不会吧？感觉就是在造谣。我觉得不可能啊！我也觉得不可能的。徐总，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赵是疯了吗？搞这么大阵仗！你说吧，你要怎么还击？我来帮你搞定。敢这么造谣欺负我们D.O没人啊？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，马上就要回兰州。在D.O的这段时间，我过得很开心，感谢各位同仁的关照。
陈总。陈总，你刚在楼下说了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辞职去兰真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怎么了？我不能辞职吗？我签了卖身契吗？别闹了好吗？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要辞职？难道兰真官网上面都是真的？那些样品我没有拿去送检，而是直接拿给了赵天成。你说什么？我完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这么做。赵天成对你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赵总对我很好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？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疯了吗？许诺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谢谢沈总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来迪欧前对你说过的话？当时我就嘱咐过你，对我来迪欧的理由要保持好奇心，不要有大跌眼镜的一天。看来沈总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等等，你叫我相信你，我做到了，所以我现在相信你，你是在开玩笑的。你是在逗我们玩吧？我来迪欧之前还真没有想到，伟大的沈总还有这样一面。不管我说了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发过誓，当年被你毁掉的滋味我要让你亲自尝尝，当年被你害得失去的一切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。现在我做到了，谢谢你搭台。让我来迪欧，我玩得很开心，我要回去了。玩？你来迪欧是玩的？行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个我以后会跟你解释。哎。不相信你是因为三年前的事情在报复帝王。信不信由你。你就算是用计，不能挑这个时候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和法方的关系很紧迫吗？林凡，有这个时间跟我啰嗦，你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危机公关。你先出去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沈总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难道你自己没有判断力吗？难道我现在推翻我刚才说的话你就信了吗？别幼稚了好吗？我相信你，我可以当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从你进迪欧第一天开始，就处心积虑想要拿回你所失去的一切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的感情呢？也是你设计的。你不会天真到以为我真的爱你吧？你听好了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动过真心。我不相信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买来送给三岁孩子的吗？相信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看清楚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早就受够了，你不过只是会躲在镜子后面窥视的男人。可笑的是，你看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看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竟然以为我会爱你。
行动！现在信了吧？我会努力让你看到，我有能力，也有资格和你一起把迪欧越做越好。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碰到的男人都是人渣。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人，我的名字叫许诺，是一诺千金的诺，不是唯唯诺诺的诺。上家，上家。